你饿了吗？他只有吃。好利达蛮牛。没关系啊。麻辣锅。你说要吃吃麻辣锅？我没有要吃小福利，我觉得小福利好贵。小福利应该要叫大贵贵吧？没有啊，他就是没有太福利啊，所以他是要小福利啊。他只有打99折，没有到很福利。